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《菜鸟青青的忍者之用》，很久不见了。这个在玩这个新服也是比较忙啊，最近工作也比较忙，所以就说空闲的时间没有原来那样多了，更新也没有那么就是这样有规律，所以先跟大家道个歉。这个我是比较幸运，抽到了这个六道代人，今天给大家试用一下。这其实代人在我的这个阵容里啊，它是个幌子。我这个里面输出比较强的是这个井野。这个井野在有了秘传，在这个竞技场里真的是，横勇无敌啊！那个伤害高到让人很难想象的。你看刚才这个明妈直接那个秒啊，太猛了！这个我也是因为拿到不久嘛，因为我最近也很少打竞技场。所以就是这个站位是可以再研究的，我们打打看，然后看看是不是要调整一下。哎呀，按错了，按到这个休闲了，但是他给了这个止水虚弱能巫加突破的破九丝带，这个也不算欺负人了。这我没有这个欺负人的顾虑，直接上盾。这还不是，是不是四代就要来一个奥义了呀？没有啊，留着之后打断我。也是可以呀、先把他雷出秒了，完了、偷一个。第二回合，由于你不知道四代他带的这个奥义是必中还是不必中，这个，所以先不要动，先给他打。因为阿斯玛的追打是追击退到倒地，所以他都能接得上。哎，对方还不奥义，还不奥义被抽蓝了，好吧，你被抽蓝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来奥义一下。好基友，来一个。好，就剩下。对方是不想和我打是吗？这休闲也是试阵容的是吗？想看看我这个阵容的套路，所以没动。哇，这个是段位，不然我就退了。这个真的有点打不下手啊！这人家这个平民真的不容易啊。哎，我也是平民，但是我这次在美服充了，现在一共充了1000元吧，也不算什么，我只买月卡，然后还有一大堆元宝在那个。放着还没有用，以表敬意让对方刷新或者先奥义吧，咱们别去打断人家了，这个确实是。这个不能退，但是也不能，就是你们先打。哦，他还是螺旋丸，好厉害！好吧，这个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回到正常的比赛。
柱哥了，柱哥倒下了，不错，他这个阵容爆发力还是挺强的，但是首先先攻问题要解决，如果那个伊鲁卡能够突破就更好了，这个就不用客气了，轮回眼辅助，还真的挺难打的，看人品，就看开始六道起手谁了，如果起手后排就相当容易，要是打到前面就比较麻烦了，谁也打不到，然后而且还会被吸蓝。不过佐助的状态会被解掉，这没办法，这个设计的追打是主要为了井野的第一回合能够奥义，所以是有瑕疵的。而且现在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通灵兽，是通灵兽只有紫色的，连金色的都没有，所以真的是很难配。所以，各位高手不要见怪。这个现在是一个初期阶段，毕竟我玩了只有两个月嘛的这个服。打错人了，那个火主没有什么攻击力的，给你看看有攻击力的，是不是猛啊？我强烈建议就是说平民玩家去买一个这个夏装井野放一号位带止水，真的是稍不留意也是乱拳锤死老师傅一下就死了。对方这个阵容倒不是非常大，就是没先攻就特别的别扭，知道吗？有先攻怎么都好打，所以对于没先攻的，你就得技巧啊、意识啊各方面都强过对手，这样你才有更大的机会获胜。这我也是看运气。如果是他能打到后排的话就比较好。打不到，因为带人的那个普攻是必中的，所以刚才并没有破掉二代的闪避，这我真就没办法啊！你说我出奥义就有可能被打断啊！你看他有这个可以放慢动作的，后面爆刀，好了，这回他这个。会读二代已经奥义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就放这个带人的奥义了。但是这个队伍里每个人的攻击力都很强，因为都是秘传嘛，都是秘传忍者。你别看小干火主一烧也全趴了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对方是不可能翻盘的，他的主力输出是二代，二代倒了他就。这个大河是三号，我
我们可以顶结界，首先把结界顶，这样的伤害就能降下来很多。它也是一个火力船。这时候不能着急，如果你现在解的话，是他现在这个精神紧绷，他一看你加蓝，他会马上用大和的奥义打过来。但是他并没有瞄准河里，那这样他死了，这是他一个失误，他的明妈应该死了。虽然有火主的加盾，因为这个初代是大概率起手，如果他不起手我也没办法，一旦起手他的明妈必死。好吧，必死。好的，他明一号位的明妈已经倒了，所以他退出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简短的试用就带给大家啊，大约现在的段位也只是上忍嘛，上忍多一点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，我是青青，再见。